小瑶，小瑶，小瑶，这是什么茶？竟能接触如此真实的幻境。这是杜寿山上的神木，三千年一开花，三千年一结果，再三千年方成熟，得九千年天地造化，名为因果。因果幻境。你在幻境里经历了什么？我杀害了涂山璟，小妖不舍得杀我，他只能杀他自己。我没有指使涂山后杀害涂山璟。我知道不是你，若是你，你不会让小妖跟着去清水镇。那爷爷为什么要用这因果幻境来拷问我？世人为果，我为因，心中若无因，这茶喝下去也不会有果。小妖自小流落民间，不了解世家大族的阴私手段，看不出破绽。你呢？你对那些死士的来历竟然没有一丝的怀疑。是我疏忽了。苍玄，你说实话，涂山璟出事后你有没有暗生过欢喜啊？小妖可不好糊弄啊，只是他认定你会调查清楚，不会放过一丝的疑点，你可不能辜负他对你的信任。我永远不会辜负小妖。你应该庆幸啊，那人的耐性不如你，比你先行了一步，否则你经历的就不是一场幻境。哥哥突然拜访，所以何事？别告诉我你不认得这剑。这是防风阴影的兵器，我认得又如何？108名身手高超的死士，自小秘法摘掉脸，抹去一切痕迹。陈荣心月，陈荣族给你这些精心培养的死士，是为了让你在危急时刻保护好自己，不是让你为非作歹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
是你从小叫到大的景哥哥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涂山璟只是附带，我真正想杀的人是西陵九瑶。没想到防风意应竟然会对仇人有了感情，临阵倒戈。涂山侯这个失心疯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明明一刀杀了就完事儿了，非要撇下死士和涂山璟公平决斗，功败垂成，废物。你才是个疯子！你知道西陵九瑶是谁吗？你杀了他，太尊和陛下会放过你吗？陈荣族被打压了几百年，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，你又要让整个氏族陷入危险吗？我既然敢做，自然有脱身之策。因为涂山璟和西陵九瑶，涂山侯和防风意应才会身败名裂，失去一切。他们俩杀了涂山璟和西陵九瑶复仇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如今涂山侯和防风意应已死，一切死无对证，哥哥用不着瞎操心的。你整日盯的都是些蝇营狗苟，一直目光短浅，心胸狭隘，太尊和陛下的臣服岂是你这种人能揣度的？我真后悔当初让你入宫为后，德不配位，只会酿成大祸。是啊，我不如你心胸宽广，眼界开阔，谁叫我小小年纪只能在西岩城做质子，不但被人嘲笑欺负，还整日提心吊胆，生怕哪天就变成了阶下囚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真要出事，绝不会连累你和家族。清水镇那边我已经帮你处理干净，但你记住，只这一次，日后你好自为之。没事，就是几根头发变了颜色而已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木妖高手，帮我处理一下这些文稿。我想要水火不侵，昆虫不渡。回头我给你找个木妖高手处理一下这些文稿，保证水火不侵，昆虫不渡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知道你还在为婚礼的事情跟我生气。小瑶，只要你活着，不管怎么样都可以。放心吧，我的遗书还没有修完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景回来。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。你问。婚礼前你说这次不一样，为什么这次不一样？因为娘跟景不一样。娘亲虽然是我娘，可她更是西岩的子民，我重要，但责任更重要，不能两全时，我必然会被舍弃，但是我不怨娘，
毕竟在我出生前他就已经是夕颜的子民了，自然责任更重要。可在景的心中，我最重要。娘会舍我去死，但景却会为了我而活。景舍不得我，无论再难，景一定会回来。涂山璟在你心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哥哥，我不相信景死了，我要继续找他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会命人继续去找景。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是不忘。景母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。怎么了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小瑶，你记住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好，无论如何都是你的错，是你不好，是哥哥不好。从一开始我们就做错了，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。即便我错了，也是你惯的。陛下还在小月鼎吗？回娘娘，陛下在太尊那边用过晚膳就回来了。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他恨不得住在那儿。陛下召见了黎荣族长，奴婢估摸着应该是有正事要处理。王后，陛下来了。云兰，我要上妆。哎，啊，擦拭干净放入礼盒。好。哦，还有我的琴，快快准备好。待会儿把莲香送给陛下后，正好可以合奏一曲，试试音色。是。陛下。下去。是。陛下，臣妾可是做错了什么？指使涂山侯杀害涂山璟。臣妾听不懂陛下在说什么。璟哥哥不是涂山侯害死的吗？那些死士是你的人吗？朕唯一想不通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杀了涂山璟？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陛下竟然不知道杀了涂山璟的好处，他死了，陛下才能迎娶你心心念念的人呢。你在说什么？陛下难道不想娶西陵九瑶吗？陛下难道没有记恨涂山璟，想让他消失吗？朕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涂山璟。为什么？陛下那么聪明，竟然看不透了。看来平日里压根就没有关注过我。你要杀的人是小妖。是，我想杀的是他。陈荣心月，
你真是不可理喻，贪得无厌。我不可理喻，贪得无厌。陛下呢？陛下不也贪得无厌，得寸进尺吗？没有王位的时候，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往别的男人怀里送，得了王位就后悔了，企图占为己有。啊！夕颜苍玄，我是陈荣新月，你若有胆子就废后处死我。朕是不敢。你不是想当王后吗？朕就让你占着王后的位置，没有王后的实权，人人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，煎熬至死。陈荣新月，好好当你的王后。太尊，陛下，既然洪江一意孤行，不肯归顺，臣认为只能发兵攻打，解决此心腹大患。诸位爱卿，谁愿领兵？臣自是愿意，只是臣被那个相柳打怕了，难以担当主帅重任。臣愿领兵出征。师兄若去，自不能落下我，臣也愿意。好，宣朕旨意，入收为主帅，秦芒为副将，发兵时。陛下，臣愿出征。陛下，请让臣领兵攻打洪江。冲龙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要一时冲动。臣已考虑清楚，绝非一时冲动，求陛下恩准。准。洪江忠心不忘的救国是陈荣国，我做了降臣已是愧对父亲，你如今居然要领兵去剿灭陈荣国的最后一支军队。陛下仁慈，顾念我等，不让中原士卒出战，你居然贪图功劳主动请战，你这个忘恩负义、数典忘祖的孽障。并非孩儿贪功，孩儿有不得已的因由。什么不得已的因由？新月勾结涂山侯和防风一夜，企图加害小妖和姐。小妖虽然没事，可姐尸骨无存。新月所其罪当，可有父亲在，有孩儿在，
有中原各氏族在，陛下不能废后此死，可活最难熬。星月这辈子已经完，孩儿因为一己之私，明明发现异样，却尽力遮掩，既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陛下，实在无言才为妹妹求情，可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星月煎熬致死？如果这次领兵出征，能为太尊和陛下解决心腹大患，孩儿什么封赏都不要，只求陛下原谅星月一次。臣拜见王后娘娘。赤水大人，公务繁忙，怎么有空来我这里？今日是你我的生辰，可惜我要准备出征，实在没有时间办生日宴与妹妹同庆，所以准备了份礼物，希望妹妹喜欢。我被陛下变相幽禁，夺了后权。你和父亲在陛下面前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如今假惺惺装什么好兄长？赶快去奔你的前程吧，不要让我这个没用的妹妹耽误了你。这一次妹妹犯下大错，我和父亲对涂山氏复旧，对陛下有愧，实在无言为妹妹求情。你给我滚！从今往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这里永不再欢迎你。我知道妹妹如今日子过得煎熬，烦请务必忍耐，一切等我打完仗回来，不论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，你都流着和我一样的血，永远是我妹妹。滚出去！臣告退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商讨的战略吗？臣记得，请为之，需矫之。好，此战不求速度，尽量减少伤亡，耗到对方山穷水尽之时，一击即溃。臣谨记。小妖啊，出去走走吧，别老闷在屋里，会闷出毛病的。我每天有这么多活要干，哪里看出来我是闷在屋子里了？静如果知道你这样不爱惜身体，她也会难受的。不瞒麦爷，我每日依旧很难受，晚上也常常睡不好觉，可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难受，才想尽快的修转医术。为何呀？人
您说。今日丰隆领兵出征，讨伐洪江。我知道你和相柳有些交情，我和苍泉都已尽力，奈何洪江和相柳誓死不降。我明白，这场战争势在必行，对于西延那是必须，对于洪江也是一种解脱呀。我明白。你和相柳的立场不同，有些事情早已注定。我明白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清水镇。你放心，苍泉也在那住过，他一名官员妥善安置清水镇的居民。你是在想相柳对吗？回春堂的生意不好不坏，正好能够养活我们整个大家子的人。哦，哎，回来了。从回春堂的后门出去，那是老母最宝贵的药田。药田的不远处便是西河，我在西河边儿捡了个叫花子，给他取名儿叫做叶十七。哎，叫花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。嗯，为了给串子还有麻子娶媳妇儿，我就进山捉肥肥，结果遇到了白貂毛球。相柳以为我是奸细，便抽了我40鞭子。哎，后来还是被十七背回去的。我一门心思想毒倒相柳，结果却把十七给毒倒了。受了伤来找我，我见他不能动，便从墓灶里拿出了一块木炭，
在他的脸上画眼睛，一共画了七个，加上他自己的三四，正好是九个。六七，他那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可是很奇怪，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没有动杀气。如今外面的形势大家都知道了，此战不同以往，是最后的生死决战，想离开的可以离开。愿意留下我洪江感激，想走的我洪江也感激，想活着不丢人，想走的兄弟，咱们浊酒一杯，好好相送。照我说，咱们这里最应该卷铺盖滚蛋的人就是军师，如今军师都没走，我们哪舍得走啊，大家伙一块儿吧，多大点事儿，断头不过就是碗大的疤。是。好，大家伙一起血战到底，血战到底，血战到底，血战到底。兄弟们，听我！他娘的，这帮孙子又跑了，给我追！大人万万不可，以防有诈。这，一，好，好，二，好，好，三，好，好，四，好，好，五，好，一，好，好，好。义父训练倒是勤勉，因为你的禁令，不许我上战场，我只能陪大伙儿一起训练了。有一个任务需要义父亲自去做。说。今夜，请义父带兵偷袭西苑，阵仗越大越好，务必惊动赤水丰隆。为什么是今夜？时机到了。西岩国力强盛，不怕徐徐图纸，可新月那性子能忍十年八年吗？偷袭！偷袭！陈荣国军偷袭！哎，
点热。报！大将军，洪江领兵偷袭，毁了我们一处粮草之后，想要撤退。洪江，确定是他？肯定是洪江。擒贼先擒王，这次不能让洪江跑了。楚蛮，在，随我一起追击洪江。是，大将军，不可。打了一年，终于看到阵主，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跑了。哎。贪功冒进追赶洪江，落入了相柳的圈套，吃了大败仗。鲶鱼族长、胡河族长、树沙族长联名奏请，让我更换主帅。阵前换将，兵家大吉呀、啊！是，尤其是风龙身份特殊，此时换将，支持风龙的人就会说：“陛下果然不信任中原将领。”一次败仗就换了主帅，不支持风龙的人也会说，中原将领果然是包藏私心，连陛下都不再信任他们。你信任风龙吗？我当然信任风龙了，否则我当初就不会让他领兵出征。爷爷，嗯，我想亲自去一趟清水镇。去吧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会有危险。我一直待在你身边的，你没有自信自保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跟外爷都不会同意的。伶牙俐齿就会狡辩。苍玄，让小妖去吧，他在清水省生活多年，让他去看看，也算了却了他一桩幸事。行，我同意你去，但是你不可以离开我的身边，所有的事情要听我的安排。好。这个地方曾经是清水镇最繁华的地方，往来旅客、街坊邻居都会在前面那个茶寮里消磨时间。当年听闻清水镇的石头妖喜欢讲故事，是清水镇消息最灵通的地方。我刚到清水镇就直奔了这里。抱歉抱歉啊。
背负我这一身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。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失不忘，静目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上扬，等你对影一万夜光，来世写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，开始汹涌来袭，后来绝尘而去，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